你都要推动老旧屋的增建维护，鼓励民众囤空间再个利用。特别是都市建设处判给老屋新生态奖已经判17年了，今年有15个入围。今日公布得奖名单，从用一本书的公有新富市场重新打造的新富等文化市场，还有用铁花街老屋发发打造的阿婆路卡扶贫屯五星人强馆，如何得到金奖。东山书记市场同新富市场之间，投资1935年日本书家们打造的公有现代化新富市场，就有型结构东往石田奖。各块东道的村门采光好，没通风。2006年只天做西天古迹，2013年单头赛走，企业在过来增建了后，变做展览空间，同时保留市场的基础文化。今年拿到罗伯先生太奖的金奖。是我们希望它持续可以延续过去它成为传统市场，可能存在在里面的某一些人的记忆，或者是在地的知识，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资讯或者是文化价值，我们能够在新的活动形式里面将它重新展现出来。另外利用铁花街路，我改操作无人富生命寺，含有五星排列空间的阿玛加佛品同五星人权馆，未拿到金奖。平心讲，今年的评分重点除了罗湖的改造以外，也希望是创造新的价值，带动市乐文化。罗湖唔单只系社区融合技能，把原来的一个废墟去做了一个重生啊，那或是说把原来的一个商业空间就赋予一个跟都市随着都市的发展更赋予一个更高的一个价值啊。那么如果要实际的举例的话，比如说像新富町市场哈，或是说像迪化街阿嬷的家，再生、新生，把我们这个老的建筑物、好的建筑物的故事，还有我们社区的故事、街区的故事，让我们继续说下去。其他像系北投龙来通玉市铁发二空气博物馆，系强下拿到年奖。台北市政府讲，呢幅嘢是五千作品，获得博批了历史嘅起点区。我部民众对老屋嘅改造过程感受详细嘅历史，更加是文史永存的文化台北报道。